会紧张吗？不会啊。什么？陈玉珍。你弹什么乐器？钢琴。看到我吗？没有，没有我。杨又佳。晚餐有吃饱吗？对，我们。你觉得好吃吗？不好吃，不好吃。你第一次来还是来过了？啊？来，这是第四次。第四次了，哇塞！而且三次都玩一样的。哦。洒汪峡水到渔家，不挑大鱼虾。洒汪秋水多无鱼。你要代言吗？广告吗？你要卖什么？那个一只 iPhone 变成两只，虽然这是好的，但是很多人用还是没有用。四、三、二、一，停！来问一下，来找出一个步骤。来，如果再不弹，待会就会踢球。来，踢球是我的唯一，两个是可以的。所以现在是你在写。我你要写什么？随便写，我可以这样写。我这盘叫谁？跟鬼一样，你知道吗？所以没有开不了灯啊。我会完全没办法洗澡，还跟疯子一样，然后一直在那边。我像鬼，你知道吗？还没睡，就被这样子，这样子我睡。垮掉了，快点啊！哦，谢谢谢谢谢谢。是谁啊？快一点把卡交出来，在哪里啊？好啊，就这啊。什么灯啊？快一点啊！好亮，我看不到。啊，你是谁？这是人家卡啊！卡吗？卡吗？啊，我们也不知道，不是卡。你别讲。卡在哪里？他疯了啦！快点，给你谁打一嘛？我给你。卡片。不见了。不见了。对啊，我刚就停止下去的。你要负责找出来。好，那我们去开灯吧。没有呀。到底能不能获得秦四王呢？准备好了吗？被子没有折。背包乱丢，冷气没关，扣分。这是你的房间吗？你的房间？哎，也是也蛮干净的嘞。哎，人家都穿裙子。抱歉了，来来来。他用北极熊帮饭店造景。下一个要跟我讲是什么？叫咪哦，来。跟刚才一样，三、四。不是啦，等一下，等一下。等一下，一，投标。因为投标抬那么高哦，就是我们单纯就是用下颚来练习就好。再次哦，三。我们通常为了这个要在拍子上，我们前面会做缩小，滴滴答滴，不要做到满，太过，太前面。哒哒滴哒哒哒哒哒哒，过去。
我们谈最好的地方。你们说自己要谈最好的地方，在哪？好好好，好好好，谢谢。跟没有不一样，对不对？好、嗯哦，会稍微有点受到影响，但是记得把拍子先算好，然后还是要互相听，还是要互相听到彼此的东西，就是你们习惯的东西，要想办法去听到。刚刚有人拉错，但是后来又回来了，很棒，很好。这样 level 太低了。我们既然来花了那么多钱来上音乐营呢，可不可以至少 upgrade 一下？就是我们稍微把你们的层级拉高一点。下去欸，你们可以稍微修饰一下，刚刚那个听起来像两千块的啊，有三万的对不对？你的多少？八十。我在录影。
Michelle. I'm from Hong Kong. My name is Avery, and I'm also from Hong Kong, and I play the cello. And cactuses. 很开心，但是还是很那个，还是很那个，还是很紧张。我觉得我没有那么紧张，因为那个观众很过来 interview 啊，很配合，很在拍摄。对啊，我也觉得很搞笑。我也觉得还好，因为。那个观众都在玩手机，所以还好。我的名字叫做林玉婷，然后我是拉大提琴的。我才差不多练大提琴练六个月而已。然后表演后我觉得很尴尬，因为我都弹的感觉有点不好，是黄云老师教的。然后之后，我。就是我很感谢他愿意这样教。我叫林依恩，然后我是参加钢琴组，然后要讲什么？我叫徐玉仁，然后我是钢琴组，然后在乐享节学到蛮多东西。然后我叫贺云平，然后是钢琴组，然后就是给黄真玲老师。大家还蛮认真，今天表演没有什么，没关系。往地球，不是我过来的。分配，我有一首 chamber 跟一首。打住我！你想跟 quartet？ 对，有一首 quartet， 就是我觉得很 happy， 你知道吗？就是曲子都很难，然后都很难，但是就是完成就是一种很爽。真的很爽，对成就感。拉的是大提琴，3年，快满4年。今天拉的心得就是，我觉得合作的不错，但是很累。有什么话想对他说？老师很正，黄真玲老师啊，真的很正。然后还有，很不想要回家。因为他是一个大学的音乐老师，音乐教授。然后之后他去来教一个只学了6个月的大提琴的新手，所以我觉得很感激。大家好，我是未来的欧阳娜娜。寝室就是可以熬夜到很晚，然后呢，你把秘密说出来了，没关系。然后每次那什么冯冯来的时候，然后我在那里装睡。谢谢小小问，我今年16岁，我要升高了。好老哦，为什么？我今天生日哎，准备生日。然后明年他来看到就说，哦，为什么要这样子？然后我就 ，We love cabbages. Welcome to Chili's. 我们唱个粉红版好不好？